是谁？下面比划的是恒哥玛丽比划。你看，我就说别下去嘛。猜的是小童、花花、大老师、月月。又咱俩，大老师，咱跟他们拼了。我们能不能加一个外援？包贝尔，包贝尔好厉害。哎，那你们要这样的话，能不能加一个外援？包贝尔。包贝尔好厉害。哎，那你们要这样的话，那我也上去。行，可以，可以，你们全上。小北上来，上来，上来。下面进入在线教育品牌高途课堂脑力 PK 时刻。四个字，四个字。神雕侠侣。Yes， 包贝尔。我还没开始，这太快了！你看看，我说对了吧？我说对，这位同志，这脑子哇！来下一题，六个字，六个字，六哎是六个字，你比划的太慢了。我演一个前面的啊，哎呀，二位是不是太久没搭档了呀？金枝玉孽，粉红女郎，是特务，当时香港的最红的张曼玉。Yes， 张曼玉和谁？张曼玉、梁朝伟和刘德华，两个女的，关之琳、刘嘉玲、吴君如、林青霞、王祖贤。啊，对，小童是对的。王祖贤，我这眼睛多明显呀、啊！王祖蓝吗？这不是。看月气的，月气都站起来了，月太想赢了我们。仨字啊，打气筒。搓衣板，搓衣板。啥呀？搓衣板。对了，说对了，贾玲已经说对了。啊，我早就说完了。下一题。哎，是不是我们团队的麦声音太小啊？我怎么听不到？我们的脑子可能小，我们可能脑子小。你们团队是脑仁小。月月，月月太着急了。这样，月月来，我给你。坐这来，月急的一头的汗。月，你单独坐这儿。我们这边不猜了，就让月月猜了。哎呀，天真的了。月月今天功利心太强。四个字儿。仨字儿，哥。啊，仨字儿。这仨字儿。三个字儿。辣，对，辣妹子，耶！哎，特别像给那富家儿子过生日，是不是？我厉害吧？厉害吧？回去吧，这儿的环境你已经太熟悉了。下一题。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字。我这个让月月猜吗？恐怖，吓人，害怕，张嘴，怕，嘴大，口气好清新。我是哪个单位的？哪个单位的？你演的是谁？我是个人物。我演的是一个人，洛桑，赵老师。四个字，你演的是个人。那个人是俩字，他是哪个单位的？那个单位叫什么？马云，他是，我是哪个单位的？阿里巴巴，对，四十八道，最先完整说出答案的是花花，不是，我先出的四，这次又败在了您的嘴下，太厉害了啊！最后一题，咱俩那个三个字。哎呀，喝多了，碰瓷了，喝大了。服不服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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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月回答正确。我们请狒狒把这轮的钥匙拿上来，因为黑化肥车间剩了，所以可以选两把钥匙。选这两把吧。好。对。
灰化肥车间选一把。小斐，小斐来，就选这 C 位这个了。对啊，来，对，来，能不能回到2021年，就看运气了。好的。灰化肥车间输了啊，所以要给出一个惩罚。哎，月月已经把头套摘掉了，接下来的惩罚是摘掉包包的头套。哦，啊，摘掉我的。我先解释一下，我先解释一下啊。戴那个头发的时候，就怕这个假发是不是别人也使用过，所以他就给我里面套了一个丝袜啊。那就保留丝袜是吧？对，就是它是起到隔离的作用啊，为了卫生啊。包子不是隔离，是因为月月本身有头发，人有抓地性，你那上面太滑了，我就怕掉了是吧？对。那你准备把这留着还是怎么样？但我上面没有打粉底，我是不是一会儿得下套打个底再回来？怎么偶像包袱这么重呢？你有什么偶像包袱？你就摘了它吗？他现在要摘了会有印儿吗？你看，这不一样啊！你看，看这个纹路，看这个纹路，哇！努力投币，来啊，下国际象棋呀！可以可以可以。来吧，这个任务我做完了啊，拔了包贝尔一根头发。哎呀，我坐小斐的位置了。哎哎，这有位置吗？有吗？有。这样呗。马丽，给你坐那边去。或者节目还有跟拍呢？哦，花絮。您的任务是？什么任务？我没有任务。你也知道，嗯，哎，玲儿，不是没明白，你今天是有任务干嘛？都有任务啊，没有跟我说我有任务啊，别装了，我要装，我真不知道啊，不相信你，咋了他头发？别动，我知道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OK 了 OK 了 OK 了，没事儿，有两根滋出来了。咋了？为什么要让他拔你的头发呢？啊，对呀，他过来弄我的头发，那个时候我不能躲呀，我要躲不就穿帮了吗？让他相信，啊，每个人都有任务。啊，这还有是有一样的事儿吗？是的呢。哎呀！都是演员啊！你没有意识到吧？我没有意识到。太硬了，你我要薅他头发。我是薅别人头发，但我被薅了一根啊！怎么回事？我要薅小斐，为什么我被薅了一根头发？这个任务拔了包贝尔一根头发，叮咚。接下来呢，要来一起收看精彩的才艺演出了。下面进入七猫免费小说 APP 免费娱乐时刻，有请玛丽、小童和小宋带来舞蹈《爱你》。事情是一座城堡，在大通电话那信号，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，悄悄笑。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？明明很想生气，却又止不住笑。在我的心里，你真的就是唯一，爱就是由我常爱着你。So baby， 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偶尔白少说一点，想陪你不止一点，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就这样一天多一点，慢慢的累积，感觉两人的时间就能够贴近一点。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
情愿，爱你一辈子，听我多说。